日前，张柏芝晒出与男性好友合影，被解读为性恋情，让他一怒之下清空 INS。不过10月8日，张柏芝 INS 又恢复更新，有网友猜测是张柏芝给钱请媒体炒作。张柏芝在视频中说，有些网友猜测我给你们钱让你们写我，确实我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是分享我和我的小孩一起玩一起度假，有问题吗？我晒生活照有问题吗？你们天天拿来做大新闻，哎，搞得我被人骂，被骂的人应该是你们。第一段视频发布不久，张柏芝删除，又删出第二段视频并配文，多发点有意义的明星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新闻吧。我这里是和我的粉丝交流的，有钱我都不会给你们，我宁可收购 INS。 张柏芝第二段视频中语气也明显缓和，搞得别人以为我拿钱让你们发新闻炒作人气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和粉丝玩的而已，如果你是我粉丝你就来了，但不要登新闻。